第33题，请问此原子的质量数与原子序各是多少？质量数就是质子加中子的数目，就是原子核里面所有东西加起来的数目。然后我们从请你知道说，黑圈圈是中子，灰圈圈是质子，所以中子有三个，质子有两个，3加2是5个，所以质量数是5。而原子序就是质子数，刚刚讲过了，灰色圈圈是质子，那么灰圈圈有两个，表示质子数是两个，所以原子序就是2。所以我们的质量数是5，原子序是2。所以第33题，我们说，请问此原子的质量数与原子序各是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五二。